近日，肖战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多点开花，特别是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《射雕》系列新电影，更是直接传来了四大捷报。看起来确实到了和观众朋友们见面的时间段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中影采访得知，这部电影是公司鼎力推出的大制作，是名副其实的爆款，票房无忧，质量也不用担心。 据悉，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《射雕》新电影一口气传来了四大捷报，除了早些时候的全球同步上映和火爆预约人数，这部电影是公司鼎力推出的爆款，还会推出一系列衍生消费用品，公司甚至还许诺不会让粉丝和观众失望，后期准备工作非常充分，必然是爆款，也是质量值得信赖的好电影。实事求是来说，这部电影的票房根本无忧。 完全不用担心，肖战个人号召力都足以撑起票房，更不用说这么强大的阵容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都翘首以待，都希望可以早日上映，目前还没有定档。公司也谈到了定档时间，一个劲强调还没有定档，呼吁跟着官方走，等待官宣。对于肖战来说，不难发现，不管是肖战本人还是肖战的作品，都捷报频传，好消息接连不断。 这是肖战正常的发展状态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不管什么时候上映，都会期待和支持，在电影院里不见不散。肖战是值得信任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，也非常具有票房号召力。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，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再创佳绩。肖战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。